几个人知道自己身从哪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个身？理太深了，事太妙了。啊，我们细心观察这个身，外面五官，眼耳鼻舌身，里面五脏六腑，啊，用经脉在联络处。血液循环，周而复始，从出生到死亡，没有一天中断呢。这多妙啊！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估计大概人的身体总共是50兆个细胞组成的。细胞从哪来的？啊，细胞有生灭、新陈代谢。啊，7年是一个周期。啊，我们现在身体所有细胞跟7年前的旧的一个都没有了，全是新的。啊，再过7年的时候又换一批新的。新的不如旧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应当新的越来越好啊。为什么越换越坏？换成一些老化的细胞，换成一些带着病毒的细胞，这什么道理？如果细胞越换越新，不就是年年18了吗？人不就不老了吗？那我们得想一想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转变都是心在主宰，境随心转。想一想，我们18岁跟28岁比，是18岁的时候心地纯洁，还是28岁心地纯洁？人经历年越多，就越不纯洁，就越复杂，所以换出来的东西越换越坏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如果心地保持的时候，永远保持着童年那个样子，啊，童真一点杂念恶念都没有，他到老还是童年。古人讲童颜鹤发，头发白了，但是人身体的时候跟童子一样。那这什么原因呢？他没有改变他的童年，他永远保持他的童年，那样的单纯，那样的洁净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那我们就晓得，心地越干净，越单纯，你就越年轻。啊，不复杂嘛。最怕的是自私自利。啊，自私自利的人忧患很多，顾虑很多。中国古语一句话说，忧能使人老。人怎么老化？忧虑太多了，就迅速老化了。啊，无忧无虑，就不容易看到他老化，啊，没有忧虑，
没有担心的事情，也没有提防的事情，天下本无事。修行人、修道的人，中国古时候只有佛跟道，其他宗教很少，少之又少。佛道很多，学佛修道不容易了。什么原因？心清净，没有欲望。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一生永远过着单纯的生活，道理就在此地。真正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，你要晓得那个争，那个求，用多少心思。多少妄念，多少烦恼，你能把这两个字丢掉，无增无求，你不得大自在，你得小自在了。得大自在，那一定要是放下。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得大自在，得大圆满。